今天我们要拍一期开箱的视频，这个包裹是我们老板拿进来的，我们有请当事人来。哎，老板，你拿到这个包裹有啥子感受？好长，然后你看这弄粗一根，你们看到过弄粗的没有？反正我在市场上没有看到过弄粗的这个葱。老板，你在哪弄进来的？嗨，就以前我上班有个山东的朋友，我记下的。哎，老板，你好高啊？好高，1.6米嘛，起码有噻。我跟你说，他说你搞不好噻，你没得这个葱那么高哦。快快，刀刀刀，那就来了，就。耶，老板当真长啊！哇、哦！哎呀，宝宝，你快看，你看这个大葱好长。我看，我看，我举起来看有点高不着。耶，当真？你要没那么高的，我跟你说。有有。真的，我给你牵扯。有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你看。哇、哦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这个，这个点有点。啊，我七十天。两株土是山东过来的，喂，那边的土质好点呢，种粗种高，老表，他还给你整了一包咸面条，老表，你这个兄弟够意思啊，喂，你过两天可以见识一下，好的，没问题的，你看这调料，这不是面，豆腐皮吗？是啥子？煎饼，山东的煎饼你不晓得吗？老表，你还看？那啥子锅都没弄高，那么你肯定跑啊，穿得远，你也该知道嘛，本来就是。看我的。本来就是你也该知道。当真我今天突然。是啊，你看嘛，你也脱掉了，你看嘛，你看嘛。啊，这他妈一吃哪吃？你啊。哎呀，都暴露了血了嘛。对，这个种子长1.7米啊，1.7米，你去啥子？我就脸弄成这样不是的，你看嘛。把你卷尺拿出来量一下。可以啊，你看嘛。为了洗净，来洗干净，来整齐。个人都比我高的高点。是不是？1.6米？七吧。1.6米那个半，1.6米，那是差不多1.7米，不然你讲。0.47，那个还有个大的嘞。耶，咋了？这个还没了你嘞？我估计这个大的可能就这么掉进去就没得走一斤。我衣服给你切起来了不？你啥子不？要生吃大葱的不？那些我一口大葱一口馒头，让我给你切起来嘛。你搞会儿嘛。那边今天看到王改先吃大葱啊，那个说吃。吃这个比猪肉都还香，你晓得不？我整来点儿都没差。我搞一块搞来，那我先啤酒，啤酒，这啤酒，哦哇哇，有，还是葱仁的嘛？他这个，没有味道的。不是甜的啊？有点点回甜。对了，有点点回甜，不行。这啤酒来，啤酒来，搞会儿。喂，老板，这就是跟那北京烤鸭那个饼饼似的。那个面皮嘎。哦，面皮一样的。你是在炒个北京烤鸭不？哦，是不是？有北京烤鸭，下去，爸给你卷一块干什么嘛？我也卷一块看你吃的这个。我就这么吃啊，我包着它。啊，这个。那不包就是。嗯。不行不行，太饱了。那边是中国子吃的，晓得不？哦。然后你再把这个大葱包起，你看嘛，来发，那就肯嘛，够了吧？够了吧？哥，够了山东的货色儿，我整个，来那边干一根，来嘛，来，干嘛？喂，你怕？你怕喊喊进来？哎，这个大葱呢，煎的熟嘛？哎呦，不要那炒鸡嘛！喂，还有两个人炒鸡。哦，旺盛很。
心情咋回来？我没听懂，很熟了。哎，这个心情从人来搬掉。哎呀，开到没嘴了。你不要把你心情表示在这心情里坚持。哎呀，他这个咳嗽还是甜的，吃了心情。哎呀，你干嘛？那个心情太冲了。甜的。这个星星啊，星星啊，你搞一口这个星星嘛，星星这个刚刚你不要光是啃壳壳，你看嘛，你牛农场来的那咋子嘛？你要吃星星。哎呀哎呀，来劲了来劲了，上头了！哎呀，哎呦嘛！哎呀，来劲了，得行得行，没事的来着。老板娘上回吃过不？吃过吃着。这个是咱俩做的，你做的。他没规矩的做，哎，老热水出来，他没有了，老热水出来，嗯，啊，手就出来穿一下，吃了，给我还吃，那手就穿就干净了，哦，老热手就出来，今天晚上吃大葱煎嘎嘎，我跟你说，要不啊？要得，嘿，香得很，这个大葱，你上年买的哟，这个送的，两个，啊，啊，这吧一根都够了，哦，哎，关掉洗洗，给我整两根。爸爸完了，大葱大葱完了，不怕不怕，反正都要切。大葱，小葱，大葱，那边快快吃足了。Okay.